我知道你在。多年未见，你还没变。我失了记忆，你的事记得不多了。那你为何来找我？找你打架，总要有个理由吧。肖恩回京，你若留在此处，不回北齐，我可以不出手。 还差一点点，他早就发现你了。真的？我刚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在我的周围了。说话期间，换了三次方向。厉害，师傅，阵容打不过。 你去庆国境内杀了肖恩，别让他回京。师傅，你说的那么大声，他都听见了，我还怎么走啊？不是大宗师的，都可以离开。我走了。哎，你皮肤怎么那么细腻啊？一点瑕疵都没有。 有什么擦的脸啊？海棠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这就走了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师傅，好好打！好像也听不见。